吴季峰的 Vlog。 Hello， 我先来做个体能，我现在要先跑步吧，先跑个大概就是10分钟5分钟左右。看着我就是上蹿下跳的，就只有一个脑袋动。哇，好黑哦，好黑哦。虽然就是也不累，但是我出汗了，就水娃本娃。我每次跳舞的时候都会到最后头就变成像洗完头了一样。嗯，好浮夸呀。一二一，早晨起来拥抱太阳，接下来做什么呢？接下来做仰卧起坐吧，100个仰卧起坐。今天的体能就结束了，然后你们看我的头发，我现在这个头发都贴到了额头上面，还有我刚才做平板支撑的时候用汗水玷污了我们这个垫子，现在这个垫子充满着我的脚印和我的汗。今天就算结束了，然后我还是要出去练舞去了，体能做完了就要开始练舞了。然后今天就先这样，拜拜。